那今年同时对一年一度的企业应援日的在赛前也有非常多的活动，除了有 UNI Girls 的表演之外，另外同时对今天在赛前也邀请到了偶像剧艺人林依晨到现场的来进行开球的活动。好，各位好消息，接下来只要统一 7-11 师队在北部的球场主场，好，这是赛前呢这个主演像恶作剧之吻还有我的秘密花园台湾偶像剧的一姐的林依晨来进行的开球活动的，为这场在天母球场所进行的LANU出战统一的比赛将揭开序幕。那今天从下午2点钟开始呢，就现场就像开 party 一样，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包含了这个 Open 奖家族在现场跟所有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同乐，另外还有同一支队的明星球员高志刚以及潘武雄，最近两个人都没办法在一军上场，但是在比赛开始之前呢跟现场球迷朋友同乐，另外还有像林依晨呢刚刚也在这个开球之前呢大约在下午的3点半钟左右的时候也有到户外的广场跟所有球迷朋友来同乐。那林依晨也说他职棒元年到职棒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最疯狂中华职棒的时候。有没有说他支持哪一队？这个今天统一是队的主场，所以他就直接讲一下比较官方的话。他说喜欢高志刚了。Oh, OK 。对。我们也乐见就艺人朋友来支持国内的职棒运动，这个其实会对整个职棒运动的蓬勃发展有很大的帮助。那是一定是。我们也经常看到美国大联盟，然后很多艺人都会去现场观场比赛。